大厂一个的，对，大仓还有一个。那边我想要倒一个，拉起来了，金标，再往左了。我脚下一个，还有一个一枪死这人。我甩个雷，不用甩了。有他刚刚又响枪了，后面海边跟山上都有。四个人，海边四个，我去打山上的，你们打。人头，抢我人头！他马上死了，我已经拉到他屁股了。好。把海边清了，再打防区呗。海边，你压呗。你们压。我前面收到大山。我来开车帮你打一下。四个人。你往窗户跑。应该有个。OK OK OK。我准备过来。右边，然后这边拉了两个的，我跟你说，那个防区的人拉出去了，拉往一标那边拉了。操，你居然死了，我还以为你还活着呢都。过来，这是快接到拉了，掉下来不是你？他不要倒一个。先拉防区再打吧 ，CZ。前面是左边厕所有一个的，厕所跑过去了。我操，这也没看到我这人，有点离谱的这个人。目中无人，知道吗？打头了那人，一枪头一枪身体。这两个全是三级头，我右下打那个也是三级头。哎，他们一台吉普拉过来。